海军陆战队打劫，养和女护士破相。被劫的29岁女护士钟慧妍真系惨啦，事后全身缝了50针，下巴而家仲有笪啦，破咗相啊！差人就只系捉到一件内地退役海军陆战队成员段柏林，揾到12寸长刀、一卷胶纸同两个 condom。话说去年4月，女护士同同样做护士的男友途经跑马地马场附近，遇上被告同一个同党打劫。同党仲拖女护士去到较暗嘅地方，佢应承咗俾钱噶啦，但仍然被拖行。好在佢哋成功逃脱，搭的士翻养和。差人事发之后半个钟头喺摩利神山道发现贼人，但同党就走甩咗。辩方嘅求情话，被告00年退役，嚟港旅游之后按朋友嘅建议，唔系专登嚟打劫嘅。佢两个 condom 都系同党噶。法官就大闹佢，九党持刀行劫。仲使用不必要的暴力，增加案件的严重性，判佢监禁4年8个月。